我们今天要呈现的方块是一个娇羞的小女人，她很渴望爱情的，对，可是她又有点害羞，这样。所以我交给森雅解释，然后我操作。就是我们整体用的那个布的材质，就是有点像那个女人的裙摆那种感觉。对，就是有点微露，就是有点就是小露性感那种感觉，就是对。好，然后我们在这上面还有去用口红做了一个印记，这样子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先示范一下我们的效果。就是然后嘞，对，但要不要换一边？但是他在另外一边，所以就是表示说他其实很害羞，就是他不想要展现他其实也就是有那个隐私的感觉，对。然后但是他想要逃跑，所以就是我们用吹风的感觉，就是表示他想要从另外一侧跑出去。我们的名字是内向的。
有一个就是其实上面有一个特别人，他可能就是内心是很就是是很有律动的，可是当有人靠近他的时候，他就会直接站起，然后他有就是一些等的嗯，然后就会静止，就像是自闭的人遇到一些外界的目光，他就会就是很退却、害羞。它有一个成功的。
那我什么时候才会成功？对，然后你每按一次，它就会灌输再重新再跑一次。哦，这就是成功的音乐，然后你就成功了。然后成功之后，你要再玩一次，就要再按一次。对，就这样。坑钱的，坑钱的，那是坑钱的。它这个有一个投币孔，然后当你投币之后，它就会打开，它的结构里面会打开。那这样吗？你先走，你先不要停，先等一等。然后，因为我就说的，我已经投一个。然后他会从侧面把格子延伸出去。就是只要你靠近它，它就会想你，然后就转到外面。
是一个害羞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就是如果你手放在他头上的话，他就会盖起来，然后就是不想看到你。然后他的那个眼睛会往上翻，就他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在弄他。然后如果像你刚才看到他动的压力，就是你手在上面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就有点烦躁，所以他就开始开开关关开开关关这样子。再盖久一点。这样子他还长高，然后你把手移开的时候，他就会。带动底下的马达就会转，然后带动。